一个国民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用词跟讲话到这种程度，实在国民党真的怎么，哎，溥仪说领导者做不好应该一头撞死，他怎么，哎，国民党提名这样的总统候选人，行径、用语、言行跟提政策都到这种程度，真的是也是过去没看过的嘞。那怪不得国民党内部都对他有很大的声音，怪不得有人要因此退党，要另成立军团，真的实在是，怎么一个国民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用词跟讲话到这种程度，实在国民党真的怎么，哎。